跟晚上的时候，可能容易会有起雾的情形。那因为起雾的情形的话，就代表说整个扩散条件不是太好。那在这样情况下的话，更容易那些污染物呢会累积在地面。可以看到西半部呢，整个空气品质都不太好，大概都是橘色提醒到红色警示。